鉴宝讲坛。邢军，我国著名的陶瓷、青铜器评鉴专家，艺术品高级经纪人，艺术品评估鉴定师，现任德宏首席专家。大家好，欢迎收看鉴宝讲坛。这期我与大家共享的藏品是乌金釉龙纹梅瓶。在众多藏友的这个收藏当中，大家对这个收藏的这个本意以及对鉴定的这个标准还是不够准确，都是被一些所谓的这个眼前的一些利益，或者是在某一个点当中，或者每一个某一个特征当中，只是找准了一少部分，而且没有去大量的大面积的去对器物的这个鉴别，造成了这个打眼现象啊。像在有一个这个七八十岁的这个收藏爱好者，他在讲述他在年轻时期的情况下，他在二十几岁，也就是距我们现在五十多年前，他在搞收藏的情况下，他认为在那个时期没有人造假。但是藏友们在这里边必须清楚化的记住，在任何时期只要有收藏，就有人去做伪，这是一个必然。今天就借此栏目，我给大家去讲述一下中国到我们至今已经有第五次大的收藏。第一次就在北宋时期的宋徽宗当中，这个时期就有一次，中国就有一次这个收藏。然后到了这个明代的晚期，由于中国的这个贸易跟西方国家这个来往频繁，使得中国的瓷器在这一时期也就开始了有一次大的收藏。然后再到了咱们的这个清三代康乾盛世这个时期，中国也是一次大的收藏时期。然后再就到了这个清晚民国时期，这就是第四次大的收藏，至今到我们现在已经是第五次大的收藏。最多制造这个仿品的也就是清末民初这一段时期，这本来正常的，就是所谓的在当时的一些民众啊，在收藏当中，在牟利当中，以及在造伪当中，都是为了针对性的，都是为了市场而去做的，它跟收藏没有多大关系。所以我们在收藏当中把这先了解了，也就是所说，不管我们现在的收藏者的年龄有多大，他也打不过我们所谓的清晚民国这个时期。在这个时期已经有造反，所以我们在收藏当中还是按照我们的这个步骤，一步一步的进行收藏，一步一步的进行鉴别。所以我们在瓷器当中在所看到的第一就是它的器型，首先看到器型之后，然后先分辨是否是手拉坯形成的。我们在收藏当中，我们也能看到有些藏友收藏的这个藏品都是由这个范柱形成的啊，它有范母，一边一个，到最终组合到一起，这样形成的。
这就不符合当时的这个工艺啊。所以我们在收藏当中的情况下，必须把历史熟读，而且制作的过程所了解。像我们在看到瓷器当中的情况下，我们刚所说看到它的器型，然后看它的工艺，它的工艺在历史当中它也有演变一个过程，从一开始的刻画，然后到最后的这个划划，到最后的印画，这都是有一系列的过程，而且这里边的过程非常明确。所谓的就是我们现在在看到每一个所谓的刚上市的东西的情况下，可能一上市不被这个大众所认可，等到认可的情况下，你的产量跟不上，就由这个工艺慢慢的就要变化啊。所以瓷器当中也是一样，等一个新的窑口在开设的情况下，当时我们的民众还没有去接受这个窑口，但是等到社会当中接受了，它的产量就不由它的需要去提高，因为它供不应求，所以它要从工艺当中，它就选择了什么样快，它就去用什么样的办法。刻花的情况下，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窑在烧造的开始的一个时期，啊，工匠也能用时间去把它刻出来。到画的这个过程当中的情况下，已经社会已经认可，也就是民众已经认可了这个窑口，它已经在提高产量。到印花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所说的就是那个时期的机械化，任何一个人只要拿了这个模具，等批拉好以后，给他把这个花印上就可以了，这就叫印花。所以也就是说，提高产量，它也对工匠没有多大的要求。所以我们在收藏当中的把这些还都得必须得熟知之后，再去下钱买东西或者去收藏。这当然，这也只是我个人对藏友们的一个建议。屋间釉龙纹梅瓶，口径3.34厘米，底径7.95厘米，高28.1厘米。此屋间釉龙纹梅瓶，龙纹生动，活灵活现，撇口端尖，腹下见收，足外撇，通体施乌金珐琅釉为地，瓶身上有祥龙腾飞，张牙舞爪，身姿矫健，整器造型端庄，做工精致细腻，设计简洁有力，不失彰显尊贵，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器物，我们从首先从它的器型，我们能看到它的古朴大气秀美，然后看它瓷器当中的这个光源，宝光十足。尤其离我们这个时期年代一旦有距离的情况下，瓷器在正常的情况下，它这个外表层受到了氧化以后，它也有五颜六色，你要拿瓶看的情况下，你也能看到它的五颜六色的这个光芒色泽，这都能看得到。再一个，我们去看它的圈足啊，圈足我们所说的这个时期圈足没有所谓的我们看到的一些现在的这个仿品，它都是用一个模具把圈足一摁摁出来，圈足在这个时期必须得修，所以我们就要去看到它的圈足是否达到了这个手工业的修胎的这个过程。再一个就看它的干爽程度，我们看到这个圈足的情况下，我们能有一种感官，就是它非常干爽干透了的感觉。而我们看到一些仿品的情况下，我们甚至都能看到里边湿润的这种感觉。
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个分清楚。再一个，我们从它这个纹饰当中，我们能看到它这个龙纹，它龙纹它就形成了它一个顷刻，所以它已经达到了这个窑口的一个兴盛的一个时期。再往前走的情况下，它必然是刻画。所以我们在瓷器当中，首先对窑口、对古代的这个工艺、对瓷器留到现在的特性，有一个清晰化的一个分辨，这才能使得收藏所谓的离开了这个打眼现象。有些藏友在所说，这个全当交了学费，但是始终学费是无尽止的。你要不认真去学习，你永远在交学费的路上，甚至都进不了校门。好了，这期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收看，下期再见。